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修改我们的命运。请收听卢台长的白话佛法。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10月19号啊，那么农历是8月30啊，明天就是初一了啊，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那么今天呢，利用一点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白话佛法啊。我们经常说啊，我们啊对人恭敬就是庄严自我啊，对人恭敬。有时候啊，你自己庄严啊，你就会对人恭敬啊。有时候人生的真理啊，只是藏在平淡啊这个寂静之中，也就是平平淡淡的生活，就在人生当中啊啊，好像觉得在人生无味当中，哎呀，这人生好像，哎呀，就是修心念经学佛嘛，好像没有啊趣味。实际上，你就是因为你的寂静，就是因为你的付出，就是因为你给别人的一个好榜样，所以才成就了你啊，成就了你的一种啊宽容的态度啊，就是成就了啊我们经常说的啊真正的啊尊贵。大家想一想，别人都在讲东讲西啊，啊，都在为一日三餐啊，而你一直是很稳稳的，把自己呢啊压得低低的，啊啊，好像人家看见你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一样的，啊，这种平淡而啊这个好像没有无味之中。实际上你就掌握了人生真理了，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特别高兴，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你特别担心啊啊，只有一样，就是慈悲是你最好的武器啊。这个世界啊，如果你不学佛呀，它没有圆满的啊，只有圆滑。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做人呐、啊，你们做人圆滑，好像又跟这个也讲得好，跟那个讲得好，哎，你就不能达到圆满的智慧呀、啊，对不对啊？对佛所说的这些啊啊，所以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人是不是这样啊？你可以慢慢的关怀祝福别人啊。你可以在平淡无味当中啊修你的心，让你解脱人间的烦恼。有时候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高太大，好好的收住自己的心啊，多摄六根，你会觉得诶，我在这个空间非常的自由啊。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要面子的人啊，他总是要在人前显化啊，好像没有他这个存在的话，这个边上的人都会好像很痛苦一样。啊，师父刚刚啊，这个在马路上看见一群孩子啊，大概也就十几岁吧，嗯，大家都在等公共汽车等巴士啊啊，突然之间一个孩子像猴一样的爬到了这个停车。啊，停车站的那个顶棚那个凉棚上面，然后还要给大家看啊，跟大家叫啊，你们来看我，你们来看我。想一想啊，这是干什么？这是他们在制造无法抵挡的诱惑。这是什么诱惑你们知道吗？啊，自我啊，我拥有自我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只要一苦，他自我
就开始显化显现。所以啊，很多人说活在世界上学佛啊，要放下自己的情执啊，感情的执着。所以很多人就是不能放下我执，我怎么怎么，我难过了，我怎么怎么啊啊。所以要多用心啊，去听听别人怎么说啊，多多的啊去理解别人啊，不要做人间圆滑的人，要做菩萨圆满的人啊。所以很多人执着我执，因为有我了他就难受了，他就放不下自己的情感了。所以很多人一要面子的话，哎呦不得了了，难受啊，痛苦啊，什么都来了。所以福报不够的人啊，经常会听到是非啊，啊，哎呦，说这个不好的，说那个不好的，心里啊不开心呢。如果福报够的人，他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是非啊，因为是非在他这里不成为是非啊，他心中本来就没有事，哪来的非啊？啊，人家来跟你说这个人不好，你笑笑，呵呵，每个人都有不好的，啊，对不对啊？人家来跟你说，啊，这个人很好，是啊，每个人都有很好的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检讨自我，不要去不满别人，啊，对人恭敬，啊。有时候碰到一些烦恼了，沉默是最好的答复，庄严自己，因为沉默能够庄严自己啊。拥有功高我慢是苦了自我啊啊，所以啊，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别人啊过得快活，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过得快活，首先不要不满别人，要检讨自我啊！你不满意别人，你的心就难受啊！一切唯心造，最后你还是苦了自己。所以菩萨为什么跟我们说，用慈悲的武器可以解决很多人间的一些烦恼啊？师父跟你们说，虽然苍生难度啊，但是你要拥有一颗啊无私的爱心啊，你就拥有了菩萨的一切。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佛，好好修行，好好的努力去忘却自我啊，去了却人生的烦恼，你就会慢慢啊变得越来越啊拥有人生的智慧，你会慢慢的啊懂得什么样的人生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啊智慧。你拥有菩萨的人生，你会拥有菩萨的智慧。所以真正的啊学佛啊活着是要解决问题，解决你啊最后人生的真谛啊，这个无常怎么办啊，没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那你的生命意义也就在此了啊。所以有时候逃避也不是一件好事情，真正的要精进努力来改变自我啊。所以一个人要学会承受，然后慢慢的学会参与啊。承受那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阅历和诚实的啊善良的一种啊这个努力，而慢慢的参与就是让你自信和佛性来自然的抵挡外界五欲六尘对你的影响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只能进步的人生啊，不能做不进取的人啊。所以台长经常跟大家讲，有时候人生就像啊困难就像下雨一样，
当下雨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知道吗？如果你没有伞的孩子，你只能拼命的跑啊，啊，对不对呀？你没有伞了，你就必须要亲自拼命的躲伞，就是躲过这阵阵雨。所以有时候用自己的心来铸造自己一颗啊这个进取的心啊，以使自己变得更加的精进努力。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